不好意思，来姐姐注意听，啊，注意听，我刚上场我就先批一些东西给你们，有一样东西很久没有带了。没那么夸张。我想问一下，不可能。有搞买过鲍鱼卷的呀？去。鲍鱼卷太夸张。鲍鱼卷大，有买过哈？好不好吃？姐姐，我要先给你们看一下。你那个不是煮的干贝，你那个是发过的干贝吧？这么一大条啦，你去外面寄了打了几，寄好一条，上无爱卖恁一百八哩。一个人炸几条？今日我青菜，啊、哦，今天没什么买手啊。这种干贝，它其实退冰之后，把外面的包冰退掉之后，煮完它的大小不会差太多。差大概五分之一而已。啊、哦，今天不要带多，一个人带一份回去试试看看。春江啊、哦，哎我、啊，最后两包没有了。啊、哦，你说的是另外一种干贝啊？想要吃，那个是用发的发过的。爱心提钱，手无恁兜的代志哦。咱外口一条卖恁百二，三条卖恁三啦。今仔日凊彩三百两百免，有个人客一百两，一百块啊！不要，我不吃那种啊。那种难吃啊。那种我之前拍的那一摊就有卖过了、啊。我到好价，来，一斤几百？一百块而已，三条那么大条呢。好的呢，还要五个，还有人要吗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然后收钱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叫我来收钱。你看你在哪里买的啊？拿去退啊！哎，你要那种东西煮完，连你的汤都会有味道。三条，每人一百块两枚，跟这个不一样。这种组合干贝跟那个不一样。还有人要吗？发过的跟组合还有人要吗？来给我爸。够难买吗？然后开始收钱。上班两个人客无啊？上班一个无啊？最后一个来带咩？好啊，安尼无？哎，来坐。好好，来点啊，你传起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姐姐，你们钱还不拿在手上吗？新台吉新谣，好吗？头壳你好吗？这杯黄鱼，想要吃注意听，一百面，33块。我知，拿钱，我有。啊，我收阿婆，真正我卖呀卖呀。手脚要快。等下酒位我卖28块，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反正存啥物啊哈。来，来，谁要吃这个了啊？干哪？啊，我拿多。啊，来，姐姐。心情好啊。这个是限量版的，一天固定十包，一天固定十包，金宝在走。莫走，这真正好吃，我们大家都有在吃，回去直接配饭配馒头，好吃，一个人客，一个人炸冷包，一个人炸冷包，啊、哦，说实在，这个限定版的啦，啊、哦，我们哦，可能因为这纯手工的，我们应该要卖你们比较贵，没关系，这个我们是来带出来让大家开心，一个人带两包，不要带多，200、150不用。对，大家公平，你要来吗？要不要？这个真的好吃啊，我们四个人都有在吃，相信我一次。干嘛的？干嘛？吃看卖啦，吃看卖。少年啊，高观点。哎呀，吃看卖，吃看卖。哦，来来收。哎，阿姐啊，阿婆安尼啊，你阿姐真正拢无意思哦。恁看桌面，会当给恁点菜，敢有人想要点菜？啊、哦，无人点菜，我画一项物件。哦，我画一项好的物件来。哎，王成给我，王成给我。你好，姐姐，我说真的啊，来我们这边，我们东西真的很多。有可能哦，你看的时阵看了唔傻傻，哦，你唔知要点啥，无要紧。哦，我来甲您介绍一下。哦，我为你们介绍一下。哦，有没有人要吃西瓜的？够人准备吃西瓜？这包西瓜。大木骨肉。哦，姐姐，我先说了，这包叫黑尾。哦，黑暗层的青肉，好、哦、青肉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人想要吃吗？哦，因为我们要拼，我们拼好一点，大家哦吃好一点，这样比较重要。哦，这一包有多重？一包一斤。啊、哦，姐姐，你去外面啊，你走去单杠买啊，人安尼一斤给你放卖，什么给你开五六百、七八百？啊、哦。
那来我们这边我们就简单，尤其今天哦，说真的，买手不好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，能让你们开开心心的回家，就让你们开开心心的回家。来，给爱让高郎准备讲黑尾鱼，黑尾鱼哦，啊姐姐，黑尾鱼你们就要仔细听我介绍哦。为什么？因为黑尾鱼哦，大家回去不知道怎么料理，回去你只要答应我两件事，卖手养，啊永生的永，还可以安那个话。哦，为什么以前每天还每天，不是讲每顿煮汤，煮汤我会感觉怕酸。哦，你哦，你若是走去东港哦，买一个人安尼行好，一包安尼行好，至少让你开始500块起价。哦，来一个人炸几包，两件全家无啊？没有了哦，来一个人炸两包，一包一斤啊。哦，你去东港买。我卖讲700-800，我准500，安尼两包至少，互你开1000，啊，至少互你开1000。够有人想要吃，一个人炸两斤重，啊，我一定爱比人较俗，啊，一定爱比人较俗，一个人炸两斤哦。够有人想要吃，500就好，500块。黑尾鱼，黑尾鱼，500块，够有人想要吃，500块。来，头壳一台来，我做一个表表。今仔日哦，好，大家欢欢喜喜的等你。哦，姐姐来来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该整箱在里面是没有退冰的，这边有退冰的，你看我睡。哦，粉啊粉啊，哎，请假我告诉你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长得很像西瓜，哎，美女，啊、哦，来接一张照冷冰。我想问，有人有兴趣吗？有人有兴趣吗？有人想要吃好一点的吗？黑尾鱼啊，黑尾鱼，够有人想要吃啊？有人想要吃吗？我问一下。哦，因为这种东西哦，有它的行情在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，13个客人。我希望啊，这样，我等下画一边介绍，你们不要我收了，因为这个有行情的。这一包有1斤重，安尼两包总共2斤重。画一个介绍，无爱收无要紧，尽量表人试吃看卖，无买过，但是用真的、用香的，够好吃。一边六个人客想要吃，卖给恁花500，卖恁300外块绝对买无。一个人炸两包，200块，哦，200块，200块，哦，不要就收了，没有关系，哦，卖恁有够少，一斤剩100块的乌托了，试吃看卖尔。小大，你有这？后边还有我。哦，哎呀，真的，我们不是卖你2000-2万啊、哦！真的，我们来尝试看看，没有关系，老板说都在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好，来收，来收。哦，头哥这边收一下，好好收，收收。哦，来来来来来。哦，刚收给五哦。哎，刚收给你到尾巴吗？没完了啊、哦！有，剩最后那边了。哦，来，赶快哦，时间要到了，先提起哦。哦，我不只讲啊。新提起哦，150唔免，一杯黄鱼28块，28块。我先给，哎呦，这个真的有认真在听我讲话。你头到尾只了蟹皮啊！来，可以。啊，姐姐，我要给你们很多时间拿零钱了、哦。啊，阿姐啊，你哪会提100块？我讲28块呢。我来当100块免走。哎，哦，姐姐，下次拿1000块不用走，我会更开心。来，哎，谁点咸酥鸡的？啊，2、4、6、7，剩最后7包没有了。这包想要吃的，这包真的很厉害。好吃好吃啊，这一包100块，重点它没有骨头，给推吧。想买一包，一包的话100块，一包。100块。阿姐，来只3个，来4个。啊，来收啊，拢完了。我再借2包诶。哦，来内行的，可以买2包就内行了。100块，给你，来美女，100块。哎，100块，这包真的好吃啊，相信我。我拿回去，100块，这包真的好吃啊，相信我。我们在我们这边卖的大概破百箱了，真的破百箱了，还有没有要100块？
回去果菜市场第四跟第五，第四跟第五的厂的中间这一条路哦 ，BB 在第四跟第五，它不是总共有八个厂吗？最后四个八个号码，然后我们在第四跟第五中间这一条路。好，来过来，感谢啊，过来，谢谢。意大利面啊，怎么又有意大利面？再弄啊。好，对，谢谢啦，小妹是八百块，麦克好阿华，好不好？要登记吃块吗？无买过，相信我一次，姐姐，我们真的不需要骗你这个一百块啦。啊、哦，好吃的东西我们会比较想要推荐你们。够了没有？把小妹是八百啊。三个钱。最后三包没有了，一百块试试而已，这个没有什么，真的。吃块吗？相信我，啊、哦，相信我一次，都有了哈，都有了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铁路猪排啊、哦，铁路猪排。来，谁点铁路猪排？我讲。猪排剩最后这边了，还有吗？啊、哦，来，要买的赶快哦，剩不多了哦。铁路大排啊、哦，外面便当店一片60块，五片卖你300，想要吃的200块。两百块，买起来啊、哦！送你一袋，一袋买不买？送你两袋，两百块。没有，这里只有礼拜二跟礼拜四，礼拜二是隔周，然后礼拜四是每周。下个礼拜二有，但是下礼拜二就没有，下礼拜二才有。哦，就是礼拜二是隔一周，然后礼拜四是固定在这边。啊，礼拜日在新营市场。哦，一袋两袋来三袋啊，四袋啊，五袋，这两袋买卖哦，请你诶，200。哦，够人买无？来一袋来，两袋来，三袋来，四袋，来五袋啊，六袋来，一袋买卖哦，请你诶，够人买无？欺骗，欺骗，哎，怎么这个谐音怪怪？欺骗，来。